公所哈，丁学忠镇长哈，跟咱代表会林佳宏主席欢迎哈，咱整年来哈有真侪咱的道路哈破损不堪啦哈，啊个排水沟哈嘛有也崩起，啊有也塌掉嘞啦哈，所以阮今仔婚姻馆政府哈工业处啊，咱做会出来会看啦哈，啊今仔针对哈咱的会来力、平和力、下溪力、行中力、啊永川力、西安力啦哈，所有哈啊跩经过哈。而且的路面吼，加排水沟吼，来做一个吼统一的这个规划甲设计啦吼。那希望会当吼赶紧吼啊，争取的经费哦。啊，这经费不论是咱中央的经费，或者是咱啊地方政府的经费吼，只要是经费到位以后，我们就马上来做这样的施作吼。啊，好，咱所有吼，咱的乡亲呢，啊，咱经过的用路呢，会当更加平安，更加顺利啦吼。啊，排水设施啊，啊，嘛会当更加的这个畅通吼。啊，未来呢？